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你很多歌，很多歌我都在 KTV 唱。真的、啊？对，像刚才那首歌。记得。马赛克。马赛克。我帮你写的，当然要唱了。然后，因为我很少会把头发放下来。真的，谢谢你。因为我唱抒情歌，通常都是比较那个，要不然就是把别的地方放下来。对。不然就是那样披头散发被大家拍到。但是今天很开心看到这么多人来给 JJ 加油，谢谢支持。然后呢，因为上一次其实我跟他很少碰面，但是、上次在 KKBOX 的颁奖典礼，对，你跟我讲了一个秘密。哎，我说什么？他说、他说他很喜欢写情歌嘛，对不对？是，你刚写那首情歌。有没有其中一首歌是写给你自己很想追但追不到的女生？歌都是很跟着自己的生活走，我有开心的歌，我也有难过的歌，也有思念的歌。有没有想追追不到的？这个会写你心意的女生是没有？会，那她今天有来吗？我听说他好像有来哦。说吧。李亚，你刚刚今天是我演唱会，你不能这样。紧张，你紧张。我反而倒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没有，你先回答我。